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兜糖王国，我是你们的嘟嘟姐姐哦，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喽。小朋友们好，今天嘟嘟姐姐跟大家分享一个玩具，就是我们的新娘芭比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娘芭比啦。她穿着一件美丽的新娘服哦。看一下，这是一件粉色的新娘装。小朋友们，好看吗？我们的新娘芭比她要结婚喽。这就是她的礼服了，粉红色的礼服。看她的手上还拉着一个手捧花呢，也是粉红色的哦。今天我们的新娘芭比非常漂亮，因为她要当新娘子啦。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美呢？我们来仔细看看我们的新娘芭比吧。今天我们的新娘芭比，她化着浓妆，看一下漂亮吗？她的头发也好像打理过喽，头上有一个头纱，白色的头纱哦，漂亮吗？脖子上戴着一条粉色的项链，搭配上这件粉色的新娘装。看一下，这件新娘装是抹胸的哦，粉色的腰带，下面的裙摆全都是粉色的，还有就是手上拿着一个手捧花，手指上还戴了一个戒指哦，看一下，哇，今天我们的新娘芭比打扮得真美。她马上要跟我们的新郎结婚喽，看一下她这件新娘服，小朋友们喜欢吗？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新娘芭比玩具背面是什么样子的吧。这就是我们新娘芭比的背面啦，小朋友看一下，这里还有很多新娘芭比的好朋友哦，有很多仙女姐姐，你看，都是芭比的朋友哦，还有美人鱼，还有我们的小白马，还有白马上面还有个粉色的翅膀哦，看一下。然后就是我们新娘其他的好姐妹啦。哇，我们的芭比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呢，小朋友们赶快来收集吧。看一下我们的芭比新娘有这么多的好姐妹。这就是我们玩具的名称呢，新娘芭比。大家看，我们新娘芭比保养的方法就是用软布轻轻擦拭哦。小朋友注意啦，如果把我们的新娘芭比弄脏了，得用布轻轻的擦拭。还有一条是需要爸爸妈妈注意的哦，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哦。这个玩具是3岁以上的儿童玩的，3岁以下的儿童。爸爸妈妈要在看护下才能让他们玩哦，因为里面还有许多小零件呢。小朋友们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仔细看一下我们的新娘芭比呢？不要紧，现在嘟嘟姐姐就把这个包装拆开，给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的新娘芭比。到底长什么样子？
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的新娘芭比已经拆开了，大家看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的美丽新娘芭比了。现在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我们的新娘芭比吧。今天我们的新娘芭比画了一个美丽的精致的浓妆哦，看一下漂亮吗？她的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的头纱，看一下，这个白色的头纱是可以取下来的哦，小朋友，等我们美丽的新娘结完婚之后，就可以把白色的头纱取下来啦。这个白色的头纱是用粉色的发箍做成的哦，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？再来仔细看一下，我们的新娘戴着一个粉红色的项链，这个粉色的项链搭配我们今天粉色的裙装，美丽的新娘服，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漂亮？今天我们的新娘服是一件白色加粉色的抹胸裙装。是不是非常漂亮？我们的粉色裙装上面还有很多小亮粉哦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新娘的捧花，一朵粉红色的捧花，是结婚的时候用的哦。是不是非常漂亮，非常可爱？咦，我们的新娘还戴着一个美丽的大钻戒，看一下，这个钻戒是心形的哦，看来是我们的新郎送的吧，真漂亮。今天我们的芭比要做新娘子喽，她的心情是不是非常激动，非常开心呢？好了，我们看完了新娘礼服，再来看看我们的新娘子今天穿了一双什么样的鞋子呢？哇，看一下，是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哦。哇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？今天我们的新娘子就穿着这双白色的高跟鞋结婚哦。看一下，我们来采访一下我们的新娘子今天心情怎么样吧。新娘子，新娘子，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啊？小朋友，今天我结婚咯，心情非常激动，非常开心哦。现在我非常紧张，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好紧张哦，等会儿新郎就要过来咯。小朋友们祝福我吧，我要结婚咯。等会儿结婚的时候，我要把我的花球给抛给我的好姐妹们。我们的新娘子等会儿要把花球抛给好姐妹们哦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花球是可以取下来的哦，看一下。哇，我们新娘舍不得把花球拿出来哦，因为她这是她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拿着的，非常漂亮啊。我们的新娘子心情是不是非常激动呢？小朋友们，祝福我们的新娘子吧。马上要结婚了，马上要进入幸福的婚姻生活咯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新娘芭比玩具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小朋友们，我们明天见吧。
朋友们，更多视频可以在下方订阅我们兜糖王国，这样就可以成为我们王国的小公主或小王子啦。也可以拿起手机微信添加公众账号兜糖王国，还有机会获得王国的公主或王子版勋章哟。